辩证论治的第三个内容就是纷争论治，那么这是我们中医内科学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啊。所有学的都是为了拿着这个去到临床给病人服务啊。那么由于病因病机与肝脾肾有关，所以它的分型政治也同样是以这个病因病机作为基础的啊。所以第一个阵型我们看了肝肾阴虚，实际上在肝肾阴虚这个阵型里面，我们在昨天讨论的病例里面已经有两个病例，对吧？与它的表现相类似，但不完全一致。为什么不完全一致？我们看一看啊。头晕目眩，耳鸣如蝉，日久不愈，兼次症包括健忘、两目干涩、视力障减退、胁部隐痛、腰膝酸软、心烦口干、少眠多梦啊，舌象是舌红有裂纹，苔黄或苔少，脉象脉细数或弦细。在这里面呢，大家看到的肾阴虚有哪些症状，肝阴不足有哪些症状，这样一分解大家就明确了在这个阵型里面啊，为什么叫它肝肾阴虚。反过来大家再想想，如果这个病人目前还没有见到两目干涩、视力减退、胁部隐痛，那么他有可能表现的什么？以肾精不足为主。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病例啊，他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到这个肝阴，因为肝肾同源，肾虚很容易会影响到肝阴不足啊，所以他还可能还没有影响到。那这时候我们大家在辨证的时候就要分清是肝阴不足还是一个肾精不足。但是总体呢，是由于考虑到肝肾同源，那么这个肝肾阴虚是在临床上是往往是同时见的，但也有可以不同时见。所以这个症状啊，这一组症状大家认识理解的怎么样是吧？那么这是舌红有裂纹，这个苔少是吧，有点花薄苔，那像这种舌苔啊。所以对于肝肾阴虚不足，肝肾阴虚不足的治则啊，很简单是吧，就是滋补肝肾，养阴填精啊。如果说是肾水不足，那就是说主要是以什么滋肾养精为主啊。所以在这个处方子里面呢，用了左归丸啊。那么左归丸我看大家还能不能记住这个方子啊。左归丸，我喊一个同学看看左归丸辨治驴楚立。鱼肉枸杞牛膝土司归鹿二加活壮水自主方第一。很熟啊，这背得很熟，很好，坐下。这个大家背方歌啊，不要吝啬，对吧？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抓紧时间，趁年轻的时候多背多记啊，多背多记啊。所以呢，方药左归丸为主啊，左归丸为主。那么这些栀子、熟地山药、山萸肉、菟丝子，这都是滋养肝肾啊。鹿角香助肾气、流气、引药入肾。龟板滋阴降火、补肾壮骨。啊，通过这个处方治疗，啊，我们可以呢，这个使病人这个不足的肝肾得到滋补，啊，这。那么还可以看一看，在临床上如果见到肝肾阴虚的，有火旺、有虚火的，造成内热的，因为啊，阴虚可以生热，阴虚生热，所以呢，要滋补黄柏、丹皮、鳖甲等等，啊，那么肾虚往往会引起心肾不交。是吧？那么可以引起病人的失眠、心烦、什么不安、酸枣仁、薄子仁、阿胶、栀子黄，啊，肺肾阴虚啊，因为这个肝肾不足，往往会影响到肺阴不足啊，因为是吧？这就所谓的我们书上提到的什么子道母气啊，那么可以用沙参、麦冬、玉竹啊。如果肝阴不足，啊，以导致阴不自阳而引起肝阳上亢的时候，那么我们
可以用正肝前肝之药，那么换方换成正肝息风汤啊等等。这在临床上可以根据这个病人这个症状组合的不同，对吧？如果说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病例，对吧？如果这个病人没有两目干涩，这个视物不清的，那我可以以滋肾养精为主啊，这都可以。那么第二个症型，风阳上扰。那么大家也看到，风阳上扰虽然属于一个实症，实际上实质呢它是个虚实夹杂，而以它的本质是虚为主啊，而我们看到的是标实啊。它的主症与肝肾阴虚有所不同啊，眩晕欲扑啊，它的症状有可能比这个肝肾阴虚的症状要什么进一步啊，这个病人可能晕得已经站不住了，要倒了啊，而且伴有头痛前胀啊，这是我们肝肾阴虚里所没有的啊。间刺症，大家看看这个症状，面红目赤，急躁易怒，肢体震颤啊。那么这三个症状的组合啊，实际上呢是肝阳上亢表现啊，风阳上扰的表现，风阳上扰。同时见有阴虚的本质，表现为什么？腰膝酸软，心悸健忘，失眠多梦啊，余劳和老路加重。那么这个是因为呢，这个往往呢，它可以引起肝郁化火，而火这个郁久化火可以伤阴，可以化火伤阴啊。所以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里面就讲到，一个病人因老路因生气以后导致的一个眩晕，那么就是。我们当时那个病人为什么变成风阳上扰？就是这个理由。我们那么舌紫红，苔薄黄，脉弦细数，都是这个阴虚肝肾阴虚不足的表现啊。治法很简单的啊，这因为这个治法和这个方药，我们已经这是第三次讲了啊，我记得应该第四次讲了啊，出现了四次。也就是如果说到临床上大家还不会用这个天麻钩针饮的话啊，该批评了啊。那么平肝潜阳，滋养肝肾，用天麻钩针饮啊，我想现在应该是每一个同学都会背这个天麻钩针饮的方格了吧。要是还不会的话，今晚回去要加班啊。这里面天麻钩针施觉明啊，黄芩栀子，牛膝豆中桑寄生，附生夜交藤，益母草，啊，益母草，啊，所以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方格。你看，天麻钩针施觉明，栀芩豆萁于寄生，夜藤附生，益母草，头痛眩晕，失眠灵，啊，失眠灵，啊，把失眠也带上了。如果失眠有。风阳上扰，有肝阳上亢的失眠，同样可以用这个处方。临床应用方面，因为它的本是阴虚，如果阴虚较盛的，我们用牛膝豆中寄生还不能解决它这个阴虚问题啊，可以加生地、白芍、玄参、木冬、麦冬啊，加重一下滋，多一点滋阴。如果这个他是刚才风阳上扰，如果说这时候可以达到肝火亢盛的时候，那么可以用龙胆草、丹皮、虾苦草、菊花等啊。有化风之象的时候，化风的病人肢麻震颤严重啊，眩晕欲扑加重，这时候呢要龙骨、牡蛎、羚羊角、珍珠母要正前，啊。那么如果便秘者可以加大黄，因为患者是以阴虚体质，是吧？实际上呢，除了大黄猫效以外，这时候呢，你要用增液承气的意思。那如果说这个病人阴虚本质比较明显的时候，大黄猫效不太适合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在用大黄基础上，你要配合再加多这个滋阴、这个增水、这个增液行舟的意思啊。那么肝火上炎啊，病人如果说有口苦，这个色苔黄腻，有肝经湿热的表现啊，这时候呢，你要可以用龙胆泻肝汤来清肝泻火，啊，通过这个不同对
某一个症型的不同的辩证的分析，那可以扩大这个治疗范围。第三个症型就是所谓的气血两虚啊。那么气血亏虚呢，病因就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就是因为失血以后，或者是久病以后，或者是这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这个饮食不节，导致化源不足啊，或者是呢这个血失血以后得不到补充啊，所以病人表现为眩晕，动则加剧，愈劳则发啊。那么有气虚的症状，有血虚的症状啊，气虚清阳补胆，血虚头目是这个失涌，所以病人眩晕。那么身疲难言乏力自汗，那么都属于气虚为主。而面色无华，唇甲淡白，心悸少寐，那么血虚为主。那么病人呢，舌相可以变成淡嫩，苔薄白，脉细弱。病人可以是以气虚为主，也可以血虚为主，也可以是气血两虚，两个都有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在临床的情况不一样啊。偏气虚的病人有可能呢，他还有兼有阳虚啊。有气虚的病人呢，他有可能还有血瘀啊。那么这些都是根据每个病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大家去在临床上仔细去寻找他的证据啊。所以这个他的治法方药啊，既然是气血两虚，你要补益气血啊，补养气血，健脾用胃，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它是化血这个生气之源啊，所以直接补气补血，还要呢健运脾胃，用什么呢？归脾汤。那么归脾汤实际上大家也应该很熟啊，我就这里就不让大家背了。那么实际上除了这个归脾汤啊，大家还可以用什么方啊？还可以用很多方来治疗这个气血亏虚的。哎，所以八珍、十全、人参养荣，是吧？这个如果说气虚为主下陷了，我可以补中益气汤，啊，补中益汤。嗯，昨天我们还用到一个什么益气聪明汤，啊，这些都可以这个随症选用。也就是说，这个万变不离其宗，不离哪个宗呢？不离它的治法，啊，所以一旦这个法力，啊，方，哎，对，方是法力。我这法力了，方也就出来了啊。所以这是那么在临床应用方面，可以偏气虚的是吧？那么自汗为主，可以加防风扶小麦。如果呢脾气虚不足的，可以病人呢不但有头晕，还伴有呢泄泻啊。这时候呢泽泻扁豆薏仁。血虚较盛的，可以用熟地、阿胶、紫河车等等。中气不足，用补中益气汤。如果气虚既阳的，干姜、桂枝啊，这些用一些温阳之品，温阳之品。哎，这些如果说病人阳虚这个比较明显的，比如像这个在我们讲严格的时候，哎，病人阳气虚为主的，那这时候呢，附子啊都可以应用，都可以。这是第三个症型。那么第四个症型，就是我们讲的痰浊中阻。那么痰浊中阻它的本质虽然是一个实症啊，有痰浊表现的，实际上它的本质呢是因为由于脾虚不能运化水时啊，有水停这个实聚成痰啊，所以呢在治疗的在这个症状的时候分析的时候，所以大家看看事物旋转，头重如果啊，头重如果，这个果子就这个头重如果就反映了这个痰湿胃病的一个特点。嗯，但是在眩晕里面，它是这一型应该是在眩晕症状的表现上是比较重的，所以用了事物旋转，就包括天旋地转都可以在这里面出现。哎，间质症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到啊，痰一个痰浊阻于中焦的，阻于这个胸膈的。这样一个病机的症，那个患者，他能表现哪些症状啊？啊，胸闷、左呕、呕吐痰涎，啊，脘腹痞闷、拉少神疲，啊，这都是我们痰浊阻于中焦最常见的症状。嗯，所以呢，在舌象上表现是舌底胖大，因为脾虚，啊，便有齿印，啊，苔白腻，脉滑，啊，脉滑。对于这样的一组症状，
一种症状，我们辨认为痰浊中阻。所以既然是痰浊中阻，自责也就出来了啊，这看不清啊。那么痰浊中阻，燥湿祛痰，健脾和胃。刚才我们讲了气血两虚的时候啊，要补养气血，同时要什么健运脾胃。这个地方燥湿化痰，同样要健脾和胃，因为这是本，这是本啊。所以用半夏白术天麻汤，这半夏白术天麻汤也是反复讲的一个处方啊。所以大家别的不记，你总得要把这个方记住，是吧？半夏、陈皮、茯苓、白术、天麻、大枣、生姜、甘枣，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几个药。那么在临床的时候要应用，如果病人呕吐频繁，往往这些病人可以湿热急吐，甚至呢这个几天过程中都不能进食，所以要加诸如带者食，胸闷纳呆的杀人白扣人，脂重体倦的，这都是很常见的症状啊。佩兰、藿香、石菖蒲啊，耳鸣冲听的用葱白、郁金、石菖蒲。所以这个大家记住这个，经常临床上有耳鸣的病人怎么治啊？告诉你了，可以加这样几个药。对于痰浊中阻的，如果痰浊入久可以化热，黄连温胆汤啊；如果痰浊寒化的，苓桂猪肝汤和泽泻汤。这是我们昨天两个病例，就是反映的就是什么？反映的就是这第五、第六点的临床应用。所以大家要记住半夏白术天麻汤，同时要知道黄连温胆汤啊，因为当它冲热化的时候，你要知道苓桂猪肝汤当它冲寒化的时候啊，所以记住一个主线，从主线出来旁通。第五个症型就是淤血阻窍啊。那么淤血阻窍在这里面，大家想一想它的主要症状是吧？眩晕四座，头痛如赤，伴有头疼。监测者面色厉黑，口唇紫暗，肌肤甲错，健忘，失眠心悸，耳鸣耳聋，有外伤死或者手术后起病，更为致死，也就是头颅外伤以后啊，更为致死啊。舌质紫暗，有瘀点或有瘀斑，脉弦涩或者是细涩。在这里面呢大家最能经常见到的是这个啊，舌质的变化，病人的舌质瘀斑瘀点啊。但是呢这个肌肤甲错啊，这些症状在淤血眩晕里面有时候我们见的并不是很多啊，但是病人往往会面色厉黑，口唇紫暗是可以见到。那么那个耳鸣耳聋、失眠心悸等等，那么主要以舌苔来进行辨证啊，结合脉象啊，就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这个淤血头痛啊，它在它的症状表现里面呢并没有很多这个提示我们淤血的真相啊，只仅仅呢表现为舌质是紫暗的，是紫暗的啊。但是这个病人里面他又不伴有这个肝肾阴虚，又见不着风阳上扰，也没有痰浊中阻啊，他也不存在气血两虚啊，所以我们给他辨证为淤血头痛啊。这个看不是很清楚，你看像这些是应该是瘀斑啊，像这个舌下进这个脉络，对吧？青紫。脉络清晰，那么可想而知，对于淤血头痛的辨证治法，去瘀生心，通窍活络，处方跟治头痛时一模一样，通窍活血汤。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用血府逐瘀汤。在这里面麝香可以用白芷代
那么对于血瘀伴有气虚的，因为气虚往往导致血瘀，可以加党参、白芪，伴有阳虚的可以用桂枝、附子，伴有风邪走络的可以呢白芷、防风、荆芥，所以这是对淤血头痛的辨证治疗，那么实际上呢，外感风邪在眩晕里面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所以而如果兼有外感症状，根据风寒、风热、风湿的不同，那给予川芎茶疗散、银翘散、强喉生疏汤等等。那么在我们上一节课所讨论的病例里面，那么最后一个病例，那么这个病人就是由于外感啊，同时还有肝经郁热，所以这个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疏散风邪，所以用了桑叶，用了这个菊花等等，这就是取它的外感之意，要驱散风邪，所以在讲到眩晕的这个五个主要症型的辨证论治，再加上一个外感，这个就是说这一个类型，那我们这个思路要更加开阔一点，那么对眩晕的这个预后，可以说大部分的眩晕吧，它的预后是良好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眩晕病人，他的生活质量，他和他的这个生命，生命，可以说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自残率高，在这里没有提到。但是呢，眩晕的有一部分病人，他可以反复发作。那么日久不愈，难以达到根治，这是他最不好的地方，也就是预后比较差的地方。大部分病可以说经过治疗，病人都可以这个恢复正常。而第二点呢，要注意他中风先兆的出现，因为频受眩晕而伴有直麻、震颤、头胀痛的，也就是说病人是风阳上扰这一型的，大家要给予重视，因为它往往可能会发展成中风先兆，由中风先兆而到中风病的发生，一旦这个阳生风动、加痰加气，是吧？这个横串经络，阻塞经络，就可以导致中风。所以呢，阴虚阳亢、痰火上扰的，容易导致中风。所以在他的这个预后转归方面，大家要记住，这个他可能会产生辨证，产生辨证。但是总体而言，眩晕的预后要比中风的预后要好得多得多，眩晕的预后和头痛的预后是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在预防调摄方面，我们大家注意这几点，所以对于眩晕而言，是吧？因为它是虚症为主，所以我们要让它休息，要保证充分的休息，要劳逸结合，不要做剧烈的头部旋转及弯腰动作，头部的旋转呢，这个它这个可能从西医引申过来，要保持身心愉快，戒情志刺激，因为呢，肝的因素在眩晕里面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忧思恼怒是可以引发眩晕的。清淡饮食，戒烟酒、辛辣、油腻、海腥食物，这一条是通过改善脾胃而达到我们这个预防眩晕的目的，所以要清淡饮食，对重症病人要观察生命体征及预防中风，那么这是根据这个肝肾阴虚或者是风阳上扰这一型的病人，他有可能产生的辨证而考虑到的，可以吧。那么这是我们主要那个眩晕这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就这个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些补充内容。那么这些补充内容呢，就是属于研究进展方面，在病因病机方面，我们虽然提到了肝肾
肝肾阴虚、风阳上扰、这个气血亏虚，为什么？痰浊中阻、淤血内阻啊，有啊，包括外感啊。实际上在有个在目前就是说国内研究比较多的，与教材上相比，那么提出比较多的是血瘀，是血瘀啊。我们书上呢是把血瘀摆在最末一位啊，把肝肾阴虚摆在最前面啊。那么这是在教材上强调的不是很突出，对于这个淤血头痛啊，尤其是老年患者。那么由于五脏之气早衰，脏腑功能失调，啊，所以呢这个气血化生乏源啊，那么血液运行不畅，是淤积鳞刺在所难免，特别是老年患者高龄高聚啊，动脉硬化都是淤血产生的基础。所以在学名里面，这个淤血这个病因病机，淤血这个症型，那么大家在临证的时候要经常提到这个一定的高度啊。第二方面，在病症治疗方面，我们书上给大家了五个症型啊，实际上临床上不止这些症型啊，不止这些。所以呢比如说有人提出来脾肾阳虚这个症型啊，我们这次讲的都是什么，以阴虚为主，讲到阳虚的还不多啊，所以呢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了眩晕的不足啊。所以呢用脾肾阳虚用真武汤喝无茱萸汤啊。另外又提出一个症型呢，气虚肝郁啊，这个症型在临床上那么有些医生有些医者也见到很多，所以呢他总结出气虚肝郁要用逍遥散。那么还有呢，从气虚血瘀理论，那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如果甚至有血瘀伴有气虚的时候呢，你可以，我们可以用党参，用黄芪，那也可以用什么补阳化五汤。那么对于眩晕的研究啊，我们讲到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们书上也讲了很多内容，但是呢不像在大家讲西医课程的时候有很多类似的标准问题啊，讲到一个疾病诊断标准，按照我一二三四条满足一条二条三条我可以诊断一个病啊。在疗效方面，你治疗的时候达到我一二三四条标准的时候，这个病就治愈了啊。但是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这个目前这个方面应该是个缺陷，所以呢以后大家的研究方向，那么也是要把我们中医要规范化标准化，是吧？这样大家就接受起来就更这个容易，更科学啊。所以呢已经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说采用症候积分与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的方法，为眩晕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一些这个统计学的方法啊，然后做一些这个研究，那么符合哪些条达到多少，达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诊断眩晕，那么哪些症候达到什么标条件可以诊断什么症候啊。所以呢但是呢目前呢许多研究都缺乏科学的设计，缺乏对照，疗效标准不一，可信度不足啊，药物呢都是汤剂，使用不方便，那么得不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啊。那么对于这个实际上我们科对这个眩晕治疗那么也是很有经验的，那么主要的观点是从痰饮和血虚来认知这个眩晕啊。所以呢那个在很早前，在十几年前我们这个科室就有这个有关类似的论文报道啊。我们在你们以后下临床以后就知道，这我们叫正弦汤啊，在临床上对，特别是对从西医角度讲，对外源性的眩晕效果非常好，比如说梅尼尔氏病，是吧？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我们运用正弦汤效果是理想的。
有兴趣大家可以从网上搜查一下类似的资料。那么这里又有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呢，我想大家再来分析起来就非常简单了啊。通过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学习，那么大家看看这个病例，头晕目眩一天，长期伏案工作有颈椎病史，证件头晕目眩、颈项酸痛、动辄加重、恶心呕吐、眼沫、耳鸣、色淡红、苔黄厚腻、脉弦滑速，没有高血压病史。这个病人给你的症状也好像也不是很多，是吧？这个病人大家辨证什么？我喊一个同学吧。晨曦，因为病人有头晕目眩和颈项酸痛，做出的话他清阳不升，痰浊中阻，并且有恶心呕吐和眼沫，伴有耳鸣，我认为他的气虚和肝肾阴虚。治法就是燥湿祛痰、正气和胃，方药为半夏、白术、天麻汤。坐下。有没有补充的？这一黄字应该能说明一点问题，所以诊断没有错，痰浊中阻啊。这时候呢，因为有黄历，所以痰有从热化之象，所以要清热化痰啊。黄连温胆汤，这是我讲刚才讲痰浊中阻里面啊，临床应用第五条就提到，当痰从热化的时候，需要辨方啊。你也可以在黄连温胆汤的基础上，再合并上半夏白术天麻汤。就像上一节课我们所分析的一个病例啊，一个病例。所以实际上这黄连温胆汤里面有很多药是跟半夏白术天麻汤里面是重的，是吧？所以这个病案，那么大家基本上也都能理解，所以呢，最后我把眩晕这一章节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么通过这一章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这个眩晕的定义啊。它所谓眩晕，就是由于轻窍失养啊，造成头晕眼花的主症啊。它的病理因素就是风火贪虚瘀。也就是说，由于风火贪虚瘀引起清窍失养，导致头晕眼花。它的病位是在清窍，由脑髓空虚、清窍失养以及痰火上犯扰动清窍或淤血阻窍时引起。所以呢，在辨证的时候要分清楚脏腑、虚实、标本。治疗原则以虚补实泻为原则，也就是说肝肾阴虚我要滋补肝肾，风阳上扰我要平肝潜阳，气血亏虚我要补养气血，痰浊中阻要燥湿化痰啊，淤血阻窍要活血啊通窍，活血通络，活血化瘀，这就是虚补实泻。那么在病症分型的时候，我们分为五行来治疗啊。那么这五行大家应该是能记在脑海里面啊，如果考试的时候能考到这五行，我想应该是大家这个信手要拿来的啊。肝肾阴虚
风阳上扰，气血亏虚，痰浊中阻，淤血阻窍。那么每一型的用药啊，肝肾阴虚左归丸，风阳上扰天麻钩吞饮啊，气血两虚归脾汤，痰浊中阻半夏白术天麻汤。还有呢，淤血阻窍通窍活血汤。那么有时候还可以见到外感眩晕，是吧？看分析它是风寒、风热、风湿所引起不同，我们给予相应的治疗。啊，所以呢，这个眩晕这一章节的学习，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么下课。